笑着哭来着，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。非常棒，我没有看过他这样的舞台。唱的时候突然一个翻腾，那个一下直接就是瞳孔地震，整个人嘴巴张到有史以来人生的最大。我根本觉得你就是教师级等级的一个表演者，你可以当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跳得很厉害，然后唱也没有耽误，他是艺术品。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是很认可安琪的，第一次这么近去看，我被惊喜了。所以我还蛮期待他这个节目里面走下去，可以做到一些什么，可以更突破他自己的。